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tlas 圆圆。男仔啊，我喜欢照顾到我的，大过我的，俾到安全感，我哋就最好啦。我最幻想浪漫的情节，由细到大，我会觉得求婚嗰一下是最浪漫的。好像全世界只得我同对方咁咯。最性感的男仔啊，我想识煮饭的男仔是最性感，你望住佢流晒汗的背影啦，应该都几吸引。最敏感的部位，我想是头皮啦。平时人哋同我按摩的时候咧，头皮嘅感，按摩头的感觉是最舒服的。出道之前是教 K-pop 嘅，即系一啲 sexy dance 之类。我平时喜欢什么运动？教跳舞算不算运动啊？都算啦。如果大家想看多啲我的拍摄花絮嘅话咧，就睇 Facebook Bubble 嘅 Facebook 啦。